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。作为当代青年，我们应该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，这样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国家和时代的人生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青春不老，不负韶华。我们要怀揣着青年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当与责任，用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。